And 我们所有的 Hope Nation 的关在 Hope Nation 上面，一起跟我们主日的朋友们，愿你们平安。We love you guys。告诉我们在 chat 上面你是从哪里来。然后如果你有周遭有亲朋好友还不认识神的话，今天你可以把这个今天的讲道可以分享给他们，可以把今天这个 YouTube 的 link 就传给他们。OK， 如果我们在现场的朋友们，你也可以把你的 link， 把这个 link 传给你的家人，传给你的朋友。如果他们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或 help us to get the word out， 我相信今天的话语会来大大祝福非常多人。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继续站着，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今天的经文很短，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站着，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这边是先知以赛亚在很多年前，在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 都还没出生，都还没出现，在耶稣都还没来之前，他在几百年前就已经说的一个预言。他在预言里面讲到的是施洗约翰会来到我们的中间，施洗约 John the Baptist， OK， John the Baptist 会来到我们的中间，然后他会走在地，然后会 prepare the way for Jesus， 他会为耶稣预备这个道路。然后你知道，不管你现在人生经历到什么，神已经为你在预备道路。你没有发生，你生命中没有发生任何一件事情是神不知道，神都已经知道。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这边说，有个声音呼喊的说，你要在旷野，在旷野里清理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直我们神的大道，在沙漠要修直我们神的大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今天你的话语可以释放在我们的中间。 We ask that your word will be released today in a powerful way。 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天父，你知道我已经预备了，我已经该写的讲到写的，该 study 的 study 的，但是今天除非你说话，这些话语是没有办法改变人的生命。今天我们想要看到的是生命被你塑造，被你改变。所以我们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谢谢你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Amen。 我们坐下来之前，我要你给旁边你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讲到主题，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 What about me? 那我呢？跟你旁边说，我知道你今年交到男朋友，那我呢？跟你旁边说，我知道你今年交到女朋友，那我呢？我知道你今年准备要结婚了，那我呢？我知道你最近中秋年假三天你都吃烤肉，但是你还是这么瘦，那我呢？What about me? What about me? 大家可以请坐。What about me? 这是 Ellie 非常喜欢问的一个问题。这我很喜欢当爸爸。我在六年前 Ellie 出生，我终于当了爸爸。当了爸爸之后，我 I would never want to go back。我觉得神创造我就是要当爸爸的。我觉得这感觉是一个我超级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当了爸爸之后，我发觉到一些事情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的。我发觉到我生命中有些的 emotion， 有些的情感是我以前不知道存在的一些的情感。当了爸爸之后，我觉得我生命更加的丰富。当了爸爸之后，我感觉到就是生活就加了那一个色彩在我的生命中的里面。但是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的怀念只有我跟 Peggy 两个人的生活。因为我们以前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我们两个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餐，跟好好的聊一天， right？ 我们有办法在吃饭的时候彼此的聊天。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因为每一次只要我们在晚餐，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Ellie 只要一看到我跟 Peggy，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很开心在聊一些事情的时候， Ellie 就会在旁边说 What about me? What about me? What about me?In fact， 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我今天走下楼梯准备要出门的时候，我最后一句听到 Ellie 讲的话就是 "What about me? How about me? How about me?" 我不知道她在跟 Peggy 在讲什么 ，but this is what she's asking all the time now。最近这几年，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成为她的口头禅 "What about me? 那我呢？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在问的一个问题。我想这是我们每次看到神在祝福其他人的时候，
神在其他人生命中动工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 What about me？ 那我能？2020年对我们可能许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一年，可能在今年你结婚了，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在今年你离婚。在2020年，有些人可能你找到一个新的一个工作，也有可能你在今年失去了你的工作。当我们在周遭的旁边的人经历到一些美好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感觉到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What about me？ 我们感觉我们好像在自己一个沙漠的里面。你知道圣经常常讲到沙漠，我刚刚读的那个经节，它经文里面讲到的也是沙漠。他说施洗约翰来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在沙漠里面开道路。因为沙漠常常是让我们觉得走不出去的一个地方。当你卡在你自己沙漠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个谎言，会有个声音告诉你，你永远走不出来。 You can never get out of this。 你会感觉好像你的轮胎卡在那边，然后你没有一个 4x4， 你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地方出来。但是圣经却常常告诉我们，沙漠或是旷野是我们很多人必经之路，是我们一定需要去面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会看到非常多的伟人，他们都需要进到沙漠的里面。摩西进到沙漠里面有40年的时间，在那边重新去找到他神原本给他的那个呼召。雅各也要进到沙漠里面，在沙漠，在 wilderness， 在旷野里面，他的名字变成以色列。耶稣，包含耶稣，他也是进到沙漠里面，有40天的时间受到试探。Right? 就连天行者 Luke Skywalker 都需要进到沙漠的里面。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教会的话，我要告诉你 Luke Skywalker 不是圣经的一个人，不要。他说 Luke is that the guy who wrote the gospel of Luke？ 是路加福音是他写的，没错啊。OK， 好，开玩笑。Right? 不是，不要搞错。但是沙漠或是旷野确实非常的重要。在沙漠跟旷野里面，它会告诉我们怎么去重新思考一些的事情。 在沙漠跟旷野里面，我们必须要被逼的去回答什么才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什么才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live without， 什么才是真正我们生命中要抓住的一些事情。但是我相信你已经听过很多关于沙漠、旷野、应许之地这样的讲道，这些讲道大概 你随便走进一间教会十之八九你都会听到牧师在讲旷野，你都会听到什么叫做你自己个人的沙漠。但是有件事情我们常常会没有想到，我们有件事情 This is what you probably doesn't know about deserts， 就是在圣经的里面，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翻译成沙漠，我们中文翻译成沙漠，或是英文翻译成 desert， 这个字在原本的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原本希伯来文里面有四个比较常见的字，会我们常常把它翻译成沙漠，但是中文就翻译成沙漠，英文就翻译成沙漠，但是四个不同的字，每一个字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含义，有些 different connotation 包含在这些的字里面。在圣经里面常常会用到沙漠或旷野的一个字，就叫做 Midbar， everybody say Midbar， Midbar 这个字非常的特别，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不是要上希伯来文的课，你的牧师去神学院3年，就是帮你们上完希伯来课，你们就不用去上。以前在神学院早上8点要上希伯来文课跟上希腊文的课，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把这么困难课放在是第一个课，上的会快死掉的感觉。But Midbar 这个字非常特别 ，Midbar 的这个字，他讲到的很多时候不是只是讲到旷野，他讲到的是，我先用英文讲。我再试着翻，他讲的是 a tract of wasteland that lays immediately beside the cultivated land of Israel。 他讲到这个 Midbar 的这个沙漠，不是只是有时候说的一般的沙漠，而是在肥沃草地青草之地旁边的旷野。Right? 所以他可以讲到是沙漠，他也可以讲到是青草地旁边的旷野，青草地旁边的沙漠。如果你知道以色列的 geography， 以色列的地理非常有趣，在以色列你有些的地方会有沙漠，但是旁边可能过了一条河，
就是肥沃之地，就是草地，是在以色列常常在不同地方所见到。所以 Minbar 这个字有时候会来形容在 cultivated land of Israel 旁边的那个沙漠。所以这就是我们问题最大的地方。我们问题很多的时候都不是自己在沙漠的里面，而是我们在沙漠的里面旁边却是什么青草之地。你的生命在旷野的里面，但是你旁边的人却经历到神的丰盛。我们会最挣扎的都不是只是因为自己在旷野的里面，而是你可以看到丰盛，但是你只看得到，手却摸不到，手却摸不到。It's not just you in the desert, but your neighbor is in green pasture. 所以约瑟他不是他的困难不是只是他在监狱的里面，而是他的兄弟都还在爸爸的家的里面。大卫的问题不是他自己在山洞里面，而是他在山洞里，但是扫罗王却在什么皇宫的里面。So life is like this. 你感觉到自己是枯干的，但是其他人却活在丰盛的里面。And this can frustrate the heck out of you. 这会让你非常的沮丧 ，right? 这会让你非常沮丧，尤其是如果你都有好好的按时的灵修祷告，你每一天早上都在灵修，你每天早上都在读经祷告，你都做了你该做的事，你却看到那些，你会说那个人根本没有在灵修祷告，为什么他可以过得这么丰盛？我看到他的 IG， 他的 IG 都是你知道，就是喝酒啊，然后，但是我每次 IG 我都把酒藏起来，我在拍。我的 IG 每三张照片里面有一张一定是经文。我还会转发那个他们那种我们的那种导那个讲到的金句，我还要转发这些。为什么我做了这些事情，我却感觉到我在旷野的里面，我却感觉到我在沙漠里面，但是我旁边的那一个人却在那个什么，在丰盛的之地 ，right？ 所以其他人的生命只是不断的去 remind you， 不断的去让你想到你想要拥有的，却不敢去想。You want it, but you don't even dare. You don't even want to imagine. You don't even want to hope for it anymore. 因为你觉得这是你不可能得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别人很爱他们的工作，你却非常讨厌你的工作。其他人的孩子就像天使，你的孩子也像天使，不过是像堕落的天使。It's like fallen angels. 然后你每天在想，可不可以我们每年来一个 NBA 的那种 draft， 我把我的第二个跟你的第几个换一下。Can we change a little bit? Right? 然后最讨厌的是，当人家在他们的丰盛之地的时候，你在你的旷野，在你的沙漠里面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讲一些话让你非常的讨厌，对不对？你诚实一点，对不对？如果你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就是那个让人家觉得有点讨厌的那个人。It's true. When you are in your desert, 当你在你的旷野，人家却过得爽歪歪的时候，他们常会讲一些话，就是你会觉得你怎么这么讨厌啊？但他们也不是，就是你就觉得他们 like 啊、哦，我的老公好讨厌哦，每个礼拜都带我去吃牛排，我就变胖了，你知道吗？然后你就想说。连男朋友都没有，我吃拉面都要吃那种一篮的，就是那种一个人关在自己的那个。我要吃一篮也不是我想吃，只是因为没有人陪我吃，这样子自己吃不会那么尴尬而已。And so 别人会讲一些话，你会觉得说 ，Man， 为什么他可以过得这么好？你心会想说 ，What about me？你讨厌你自己在你的 Midbar， 但是你却看到其他人在他们的草窝之地，在草窝之地、青草之地、肥沃之地、草窝之地，可以讲？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哇！你们放到什么这么讲？没有，我常常跟我们的 team 解释，就是知道每一个成语。以前都不是一个成语，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就把它变成一个成语，然后后来大家就接受它是一个成语，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己就发明一些自己的字？草窝之地 ，OK， 你别人在草窝之地，你却在自己的旷野的里面 ，OK， 好。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教会的话，这不是邪教，这不是，
感觉这个教会怎么这么怪。 What about me? That's the question we ask God. 你在自己的旷野里面会问神这句问题，就是那我呢？ What about me? 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些的 conclusion， 会有一些的下一些的定论，或下一些的结论。我们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 My best days are behind me， 我最好的日子已经过了，接下来日子不可能像之前那么好。当我们在自己的旷野的时候，当我们在自己旷野，当我们看到人家都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自己没有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想法，就是 maybe 我们会知道说神爱我，但是神更爱其他的人。而且当你觉得神更爱其他人的时候，你根本不在乎神有没有爱你了。你觉得 你明明知道神爱你，但是只要你的脑海里面觉得神爱其他人更多的时候，或是神给其他人祝福更多的时候，你 you don't even care if God loves you， 你会觉得好像神不爱你一样。神明明有爱你，神明明有祝福你，但是只要你的祝福没有像其他人这么多，我们里面就会觉得说神一定是爱其他人胜过他爱我。我们里面有时候会有个下另外一个定论，就是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我一定是做错一些的事情。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maybe it's just me， 可能只有我这样，但是我每次只要有一些事情发生，我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那个人不理你的，你第一个想到就是你一定是做错什么事。我几年前常常被一个教会一个 ministry 一个事工被邀请去那边讲道，然后常常去讲，但是从有一年开始就从来没有再邀我去讲了。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他们教会的牧师在吃饭的时候，我就问说我就问他说，我是不是上次来的时候讲错了什么事情，或是我说错了什么话，你可以告诉我，因为什么你们都不邀我的，你知道吗？ Like, did I do something wrong? 因为如果我说错话，你要让我知道，因为那不是我的 platform， 那是你们的 platform。I need to honor 这个 platform。So if I need to apologize， 我需要 apologize。但是没有。但是我们都会这样子，对不对？当你感觉有些门关起来的时候，当你感觉一些东西没有给你的时候，你第一个的想法就是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些所有问题的中心就是这个问题，神是不是忘记了我？神他还在乎我吗？这个问题就是 John the Baptist， 是 John the Baptist 所问的一个，这个绕舌的我没办法讲，太困难了。 OK， John the Baptist 在问的这个问题。John the Baptist， 谁是 John the Baptist？ John the Baptist 我们刚刚说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讲到，他是一个神差派到这里，差派在耶稣开始他事工之前，先去为耶稣预备道路。John the Baptist 他讲的信息是要来预备他的那个 generation， 他的那个世代的人可以来接受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所以 John the Baptist 就是那个 voice in the desert， 他是那旷野里面的那个声音，告诉大家说你要为我们的君王主耶稣基督预备一个道，他正在预备这个道路，让耶稣可以来开始他的事工。 John the Baptist 也是帮耶稣受洗的施洗的那一位约翰。 All right? 所以他的事工是在耶稣开始之前就已经有。 In fact， 当所有人都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John the Baptist 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事工，他的教会非常的大，非常多人喜欢去听他讲道。但是 John the Baptist 有点怪，他喜欢吃什么 Locusts，他吃的是蝗虫加honey， 蜂蜜。 OK， 这就像是薯条加番茄酱的一个概念，就是 locust 加蜂蜜，听起来还是有点恶心， right？ 但是 John the Baptist he doesn't care， 因为他心里面是就是那种超级对神火热的一个先知，超级对神火热的一个侍奉者，所以他在预备为耶稣基督预备这样一个道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马上他是第一个认定知道耶稣就是他所讲要来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到第37节这边说， The next day， 过了一天，约翰，这就是 John the Baptist， 跟他的两个门徒站在那里。所以约翰就看到耶稣走过来，他就说，看啊，神的羔羊。他说，这就是我讲的那一位，这就是那位弥赛亚，
这就是我过去这几年一直在说会有一个弥赛亚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要洗净我们的罪，他要建立神的国度。这就是我说的那位救世主，这就是我说的那位基督，他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第三十七节，这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怎么样，跟从了耶稣。 Man, I hope 他们两个有跟他说拜拜，就是约翰说这就是那一位了，然后两个门徒就哦是哦 OK 约翰拜拜。Ouch! It's like 如果我今天跟你们说，哎，那个忠孝东路，我们这边是四段，忠孝东路五段，你开了一间新的教会，非常的棒，牧师讲到非常好，敬拜团很棒，然后我下个礼拜回来，你们一半的人都跑去忠孝东路五段 ，right? 我会觉得 ouch, right? 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像司许 John the Baptist 这么的爱神 ，John the Baptist 他非常的 OK,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超级的难过的，我会超级的气馁，我会超级觉得自己一个超失败的一个人，我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糟糕 ，right? 但是这却不是 John the Baptist 的回应，你看他怎么去回应？第二十六节，第三章第二十六节，所以他们来到约翰这里，对他说：“拉比，你看，从前和你在约旦河东，你为他所做见证的那一位，他也在施洗，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众人就是 everybody, he says everybody is going to John the Baptist. Everybody, 施洗约翰，我们的 belong group 的小组长全部去到那里，我们的敬拜团一半的人跑去到那里 ，Pastor John 跑去那里 ，Pastor AJ 跑去那里，所有的人都跑去那里的。我们 ministry 最大的 donor 最大的奉献最多的也都跑去那里 ，John the Baptist, 你自己的 cousin, 你自己的家人也全部都跑去那里，只是他们没有跟你讲，大家都跑去那里聚会了，大家都跑去了 ，everybody, 众人都去那。但你看约翰怎么回答？他说：“除了从天赐下给他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A man cannot receive unless what is given to him.” From heaven, 我曾经说过，我不是基督，而是奉差遣为这位基督做先锋的。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他的生命就是为了传讲这个信息：耶稣基督是你们寻找的那一位，你们要把你们的信心建立在他什么上面？你要去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接下来。约翰去到哪里？当他所有的人都走光了，所有 he literally John gave his life, his ministry away for this message. 他为了这个 message, 为了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就是基督的这个信息，他把他的生命完全的摆上，他把他完全的侍奉摆上，他把他一生的成果 ，everything he laid it in front of Jesus.然后接下来，施洗约翰却发生什么事情 ？John the Baptist 被关到监狱的里面，为什么？因为 John the Baptist 有一次，当他看到希律王，他做一件事情，希律王娶了他的哥哥，他的 half brother 哥哥的妻子，但他哥哥还没死 ，OK， 就娶了他的妻子，所以做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施洗约翰就在那个时候，在他的那个 Twitter 上面讲了一句话，然后那时候那个王就很不开心，就把他关到监狱的里面 ，Right? They cancel.John the Baptist, right? 他们把他的 Twitter account 给拿掉，把他的 IG 给 cancel 掉，把他 Facebook 给 deactivate 掉。他们不知道让 John the Baptist 可以讲任何一句话，把他关到监狱里面。但是 John the Baptist 进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开开心心的去，他没有挣扎，他没有说为什么，他没有说好，对不起，我把那个 tweet 给 delete 掉，我不敢讲那句话。他没有，因为 John the Baptist 知道他该说的是什么。他在为神说他不在乎人家怎么看他。这个人都已经吃 locust 了，都已经吃蝗虫了。吃到蝗虫的人就代表说你真的不太 care 人家在讲什么。你真的不太 care 人家怎么看你，对不对？ Right? 如果你旁边有一个人在吃 locust 的话，你再用怪的眼神看他都不 care。你说他说啊，他不会 care。他都已经在吃 locust, so he doesn't care。反正去到 prison, 我之前就是吃蝗虫，去到 prison 吃的食物也差不多，没有关系， I don't care. Lock me up. 我还是要继续讲神该要我去讲的事情，我不会去停止做或是说神要我去说跟去做的事情。所以 John the Baptist 就进到监狱的里面，一个月过去，
两个月过去，半年过去，一年过去了。当一年过去的时候，有一天 John the Baptist 就把他的门徒找过来。我们这边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到第三节，这边说约翰在监狱里面听到基督就是耶稣所在做的这些的事情，有人跑来跟 John the Baptist 讲耶稣正在做什么事情，他就派他的门徒，约翰就派他门徒去问耶稣这个问题，就是你就是那位要来的，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喂 John， 你自己不是就是说他是吗？ I thought you gave away your church and your life 因为你相信他就是那一位，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个时？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会来质疑到底耶稣是不是你所说的那一位？你不是这么多年来就在说耶稣就是你说的那一位，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要来拯救他的百姓吗？为什么？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第六十一章里面有一个 prophecy， 有一个预言讲到基督。同样的，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施洗约翰，也讲到基督。他讲到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the Messiah when the Messiah come， 救世主来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情，他会使瞎眼 的看见。所以 John the Baptist check， 我看到了，我听到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看到听到很多瞎眼的人得医治，我知道。然后要让什么瘸腿的行走，要让那个耳聋的可以听，他要做这些神迹奇事，所以他听到耶稣所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正在 fulfill 所有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这些东西，除了一点，就是他要使做监牢的什么的释放。He supposed to come and set the captives free. And so you can imagine, 你可以想象 John the Baptist 坐在他的监狱的里面，他听到耶稣做所有这些其他的事情，为别人做所有其他的事情，他里面开始有一个问题。You guessed it， 就是 What about me？ 那我呢 ？So it's interesting。很多时候，当你觉得你被神遗忘的时候，不管神在人家生命中做再好的事情，对来说都感觉是没有用的。反而对你来说好像觉得是更不开心，好像神在别人身上所做的事情只是 further proof that God doesn't care about you， 好像只是在证明给你看神真的不在乎你而已。你很少会听到因为别人神在别人生命中所做的事情，你就心想说哦好，神真是良善的一位神。 And so this is why sometimes 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监狱的里面，我们自己在自己的旷野的里面，我们心里面在想说 What about meGod, did you forget about me? 为什么好像我每次为人家祷告很快就蒙应许，我为自己的祷告都没有发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约翰他开始质疑他一生所相信的耶稣，他开始质疑这位耶稣是不是就是要来的那位基督。Because he's thinking, what about me? 他开始质疑耶稣基督，不是因为耶稣没有在行神迹奇事，而是因为耶稣没有为他来行神迹奇事。The historian, 那个历史学家 Josephus, 他是当时的一个犹太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耶稣那个时代，都是很多这些东西的记载都是 Josephus 他所记录的。他不是基督徒，他也不是写圣经，他只是当时一个历史学家。这位 Josephus 告诉我们 John the Baptist， 你知道他是被关在什么地方吗？他是被关在一个叫做 Machias 的一个地方。 Machias 是当时一个堡垒，在西元九十年就盖着一个堡垒，在这个堡垒里面有一个 prison。 所以 Josephus 跟我们说 John the Baptist 就是被锁在这个里面。西元九十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来当约翰施洗约翰被关在这里面的时候，这个 prison 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这个 prison 是已经非常的旧非常的老，
到处都是老鼠，非常恶心的一个地方。所以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当耶稣听到约翰被关在这里面的时候，当耶稣听到约翰被关在一个已经超过一百年的监狱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听见约翰被捕，你猜他接下来做的是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哦，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 是第一个认识耶稣是基督的那一位。耶稣他可以有这些的 ministry， 都是因为施洗约翰帮他铺了这个道路。He made a way for Jesus. He was a voice in the desert. He made a way for Jesus. And so, 当耶稣听到施洗约翰被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有没有来拜访他？还是他 send 一个 care package， 一个关怀包，里面有一个小卡片，送一本圣经，来放一些乖乖 ？What did he do？ 他去他的 Instagram 上面 Facebook 上面开始一个 campaign social campaign hashtag free John free John campaign， 然后叫每一个人都在他们的 Instagram 上面发这些 free John， we got a free John。 Is that what Jesus did? Watch this. When Jesus heard that John had been put in prison， 当耶稣听见约翰被捕，耶稣就往加利利去，他离开了拿撒勒，往西伯伦和拿弗他利境内近海的加百农去，住在那里。当耶稣听到 John the Baptist 在 prison 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去到了，他离开他原本地方 ，OK， 往加利利去。我给你看一个，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地图 ，OK。耶稣在 Nazareth， 他本来在 Nazareth 就是有 N 的那个字 ，OK， 大家看那个点 Nazareth， 他本来在那个地方。然后施洗约 John the Baptist 是被关在 Machaerus 这个地方，下面 N 开头的这个地方，离他很远。当耶稣听到 John 被关在那里的时候，他离开了 Nazareth 往哪里去？加百农 Capernaum 在哪里？在北边。的意思就是，当耶稣听到 John the Baptist 被关在南部的时候，他往基隆跑。He went further， 他去到更远的一个地方。你有没有曾经在祷告的里面，觉得好像为什么有些事情越祷告越没有果效，或是有些的问题你正在面临到一些问题，你觉得越祷告好像这个问题越来越大？你有没有自己在一个旷野的里面，你待久了，感觉你在里面越久，神离你越来越远 ？Right? Don't be so fake.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过？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过，就是有时候你觉得有些事情，你越祷告好像越没有果效，好像神在跟你唱反调一样。明明我在祷告，明明我在说，为什么好像 the opposite thing is happening?Why is that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有没有有些时候你感觉你越想要一件事情，好像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就越低？ And this is how we feel sometimes. This is how we feel when everybody is doing well except for you. 当大家都过得好好的时候，你感觉只有你一个人没有过得这么好。你感觉好像你自己一个人在自己的旷野 ，You are in your midbar， 其他的人都在那个草窝之地，你却在你自己的旷野的里面。不太有那么跟你旁边人说 ，It gets worse，It gets worse， 更糟糕，接下来更糟糕，接下来更糟糕，真的 ，It gets worse before it gets better。神常常做事都不是先让你感觉马上就变好。Sometimes it gets worse, it gets worse, it gets worse. Because watch what happened. 我们给你看，这是 Machaerus 的照片，这是约翰被关在 Machaerus， 这是真的 Machaerus 的照片。你现在去到以色列，还是可以去拜访这个地方。Machaerus， 约翰就是被关在像这样的一个监牢的里面，一百多年的监牢。现在当然已经两千多年了，但是那个时候才一百多年。OK， 但一百多年可能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This is where John was locked up.John was locked in this place. 他被关在这个地方。这是约翰在 Machaerus 地方。耶稣却去到加百农 Capernaum. 这是加百农海边的照片。This is beside the lake. This is where Jesus is. 耶稣在海边看着湖。He is drinking coffee. He's having... This is... 所以
约翰不是派他两个门徒来找耶稣，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两个门徒可能看对方说，哦，我们回去绝对不可以告诉 John 耶稣现在在什么地方，不然 John 真的会精神崩溃，他会发疯，他会俩工啊 he's gonna go crazy, he's already a little bit crazy, 他接下来可能不是只是吃 locust, 其他的昆虫也一起吃。It's not going to be good. Nobody tells John, put that phone away. 不要照相，不要照相，不要这样，不要照相，绝对不可以在这边打卡，绝对不可以给，绝对不可以给约翰看到耶稣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But watch this. This is interesting. 耶稣怎么去回答这件事情？耶稣站在这个地方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要你回去。”你们回去把听见和看见的都告诉约翰，就是瞎眼可以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患麻风病的得着洁净，聋的可以听见，死人都复活了，穷人有福音可以听。的意思就是我要你回去告诉约翰我在别人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Just tell them,Tell him what I have been doing in other people's life. 那不被我绊倒了就有福了。我这不是 you know, you clap because 耶稣不是跟你讲，耶稣跟你讲，你会觉得超级火大，对不对？你会觉得这是什么？你有没有怜悯啊？你至少说哦，对不起，加油，right? Like.我要你回去告诉他我在别人的生命中所做的每件事。但是你知道 Jesus is actually being kind. 耶稣其实在帮助约翰了解的事情就是 It's okay to ask what about me. 你问那我呢没有关系，你可以问那我呢。 It's okay to ask that. You don't have to be fake. 你不用假装这不是你的 struggle. 你不用假装当人家经历到这些祝福的时候你里面不会有一些的东西。 You don't have to pretend. 你在神的面前可以很诚实的告诉神你所面临到这些事情。但是耶稣说我要，但是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要记得欢庆我在别人生命中的作为。You can ask these questions, but you have to learn to celebrate 我在别人生命中做的一些事情。神在别人生命中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他不爱你，而是因为他在你生命中正在建立一些的东西。这很多年，过去六年，我们一直希望有第二胎。我们其实从第二胎 Ellie 出生之后，我们马上就一直在 try， 所以总共有五年多的时间是没有第二胎的。当你在试着要有孩子的时候，你每个月都是一个 reminder 你失败的，对不对？每个月当月经来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 ，Oh man, we fail again, we fail again. So I can tell you how many times 我跟 Peggy 好多次 ，Peggy 就在家里哭，然后我看她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you know， 只能安慰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我也看到好多次 Peggy。刚才刚哭完的时候就要帮人家办一个人家的 baby shower， 他去参加人家的 baby， 他去参加人家的孩子的生日，他去参加这些其他的事情。 and Peggy 在这个时候不仅是参加人家的，还帮人家办 baby shower。 当我们在期待我们的 miracle 都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他却愿意去帮人家举办人家的 miracle， 去 celebrate 神在其他人生命中所做的事情。 Let me ask you，你有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中当你还没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去 celebrate 神在其他人的身上所做的事情？ Can you learn to celebrate? Just know this, God doesn't bless other people at your expense. 神他不是神祝福人家人其他人的时候不是把你的祝福放到他们的身上。神不是一个会计师，就是这边账缺的就挪机的去补一些，然后这边要被查到的时候再拿把你拿来补。He's not like that. God is a God of abundance. 他有你，他有预备要给你的祝福。But he needs you to first 先了解知道说，我要先去欢庆其他的 the miracle， 神在其他人生命中的一个作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想说，今年年初的时候非常的有 很大的担忧。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年我们要募款，我们要搬到我们新的场地，我们要找一个，我们第一个要先找场地，然后要募到3000万。所以对我那时候来讲，我觉得3000万好困难。3000万，我想说
一年的教会，一年多的教会，怎么有办法去募到三千万？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要想说要找到场地又更困难。但是有一天我自己在家里面，我在非常蛮沮丧的，我在想这怎么可以有办法做得到的时候，那一天的晚上晚上下午我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一天我在我的电脑，神就告诉我说，我要你去看其他的教会是有募到款跟找到场地。所以我就开始在网络上去找有什么教会是最近募到款，才在台湾的，在国外有去找最近有哪些教会是募到款找到新的场地，有他们准备要搬到新家的里面。我就开始去他们的网站看他们的这些的他们 的图片，看这些的东西， and begin to look at all these different things。 然后神那时候他就在我心里面就告诉我说， Peter， 我要你学习去 celebrate 这些的教会，我要你学习去为这些的教会感到欢庆。 I want you to learn to celebrate what I'm doing in other churches and other people's life。 我要你先学习这样子做，当你自己都还没有你自己的 miracle 的时候，你要先学习为其他人的 miracle 来 celebrate。 为什么？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good practice when you get your own。你要先学习 celebrate 其他人的 miracle， 你得到你自己 miracle 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对不对？在箴言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这边说，乐善好施的人必得到什么？丰裕。施惠与人的，自己也必蒙。 A generous person will prosper, but watch thisHe who refreshes others will himself be refreshed. 当你知道怎么去 refresh 其他人的时候，你自己才会被 refresh. It starts with celebrating 神在其他人生命中所做的这些的事情。第二，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不要误解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耶稣他说， Blessed is the one who does not stumble on the account of me. Who does not stumble. 不要因为我绊倒，不要因为你误会了我所做的事情而绊倒，不要你误会了我不爱你而绊倒，不要误会了 我删了就好像我不在而绊倒，不要误会我对你的心意，不要误会好像你没有看到我在为你做这些事情就我没有在做事。你不要因为这些的误会，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被绊倒。 Don't misinterpret what I'm doing. 不要小看神要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情。 Don't misinterpret. Don't get tripped up. But that was what was happening to John the Baptist. John the Baptist 他开始怀疑这所有的一切，因为他看到所有人所经营到的神迹，他就下个定论，耶稣他不在乎我，耶稣他不爱我，耶稣他不管我，或者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不是真的。 Maybe I got it wrong all this time. 可能我原本就说错了，我可能原本就不应该把我全部这一切交给耶稣，我自己是个傻子。 And so Jesus says it's okay you ask these questions. 你可以问这些的问题没有关系。 It's okay to ask what about me. 但是学习欢庆其他人，然后不要误解我在你生命中所做的。 Just remember these two things. 记得我在你生命中有个伟大的事情，有一个伟大的工，我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But listen, this is important. 因为我要你知道，你不会你所求的每一件事情都发生，你不会你求的你。You know, I wish 我好好。如果我可以告诉你，你所求的每一个东西，神都会为你做的话，那多么好！我们教会早就已经一万个人了。Like it's like if that's how God is, but that's not how God works. God doesn't work like that. 因为神不是这样，我也不能这样子讲。神不，你不会你所求的每一个东西，神都给你。He's not Oprah. He's not like, you get a car, you get a house. 你有个丈夫，你有个妻子，你有十个孩子，你有一千万，你有一亿。Like, that's not how God works. God doesn't give us everything we ask for. He doesn't. Why? 为什么？ Because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所求的事情都其实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事情只是因为我们看到别人有我们就要，但是你却没有真的问你自己，这是不是你要的。 We ask for things. That's how psychology. 我最近看一个 psychology， 他在解，他说我们人百分之大概八十九十的 desire 都不是真的出自于我们，而是看到别人所有我们就想要。我们的 desire 才能是来自于别人，别人告诉你要这样子你就一定要，别告诉你要进台大你就跟着人家一起拼了进台大，你这种从来没有想过到底要不要进台大。人家家的小孩当医生，你就要你小孩的也当医生，为什么？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小孩到底适不适合当医生。 It's just because like wow, that's why 林家的也当，许家的也当，万家的也当，你赶快去当。 Right? We get our desire from social cues. 别人要什么我们就觉得这是我也要的。And so God doesn't give you everything because He knows you. But you have to ask, 你真正要的是什么？ What is it that you want? What about me? What about you? What is it that you really want? Don't get tripped up. 不要卡在那些。It's all fake. It's nothing. Don't get you wrong. 有些你根本没有这么喜欢去度假，你只是因为看到你的朋友都在度假，你就觉得说自己一定要出去玩一下。但其实你只有自己累死了。有些你根本不喜欢去海边，只是看到你朋友去海边，就是一定要跑去海边。你超级讨厌沙的 ，right? Like 我有时候也是觉得，哎，要去海边一下。其实后来我每次去海边，我就觉得I don't like the beach. I don't like it.全部都是沙，三天之后洗澡还是有沙掉出来。我说为什么？已经三天了，怎么还有沙 ？Like where is it coming from? I don't like the beach. 河边我喜欢，沙 I don't like it. 黏黏的。但是我每次看到别人去海边的时候，我心想说：哎、欸、，Peggy， 我们也去海边好不好？那去了之后才发现 ，No man， that's not what I want. I want this. That's not what I want. What about me? What about me? What about me?诗篇第十六章，大卫这样子说。See, 大卫 he's amazing. 大卫学习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你知道，连大卫王，他都会需要，他就会想跟人家比较嘛。我们每个人都会，不管你今天有的是什么，不管神给你的什么，我们都会想去跟人家比较。所以大卫他说这句话，他说他学习一点，他说 the boundary lines have fallen for me in pleasant places. Surely I have a delightful inheritance. 诗篇第十六章。他说准神量给我是佳美之，准神是量出你的产业，哪一个土地是属于你，他说这量出来的是美好的，是佳美之地，我的产业令我喜悦。 他没有说量出来是我邻居的，我邻居有四乘二神就给我四乘二， no， 可能他拿到只有一乘一而已，可能是三乘五，可能是七乘六，可能是 I don't know whatever it is。 他说量出来的是佳美的，我的产业使我喜悦。 I am happy with what God has given me. 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多，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厉害，而是因为我相信神，他知道我是谁，他认识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给的不是别人所拥有的，他给的不是我的好朋友有的，他给的不是我同学有的，我的同事有的，他给我是我真正所需要的，我的产业使我喜悦。所以他说第七章，他说我要称颂那指导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在夜间也要劝诫我。 Because that's when you get into trouble, it's the night time. 都是在晚上的时候你惹上麻烦，都是在晚上你躺在你自己的床上的时候，你开始去想一些其他的事情，你开始去想为什么那个人过得这么好，你开始去想一些你没有的东西，你开始 去嫉妒其他的，都是你晚上一个人躺在你的床上的时候，那边滑手机的时候。 You're on your bed scrolling through Instagram. You were happy. 你刚刚才祷告完还非常开心，但是你一拿起你的 Instagram 怎么样？你刚刚还祷告诗篇二十三章。You're good, like yeah, God is a good shepherd. 然后你准备睡觉之前打开你的 Instagram 看到。他们都在烤肉，为什么没有人邀我去烤肉？ What about me?
What about me? 哦，人家都跑去玩。What about me? 哇，你看他开的那台车。What about me? 哇，他又有女朋友了。What about me? 啊，我的那个他结婚了。What about me? 生小孩了。What about me? 都是在晚上的时候，所以他说 ，At night, my heart instructs me.在晚上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在晚上的时候 ，I discipline my heart， 我训练我的心，是去纪念耶和华。所以在第八章，他说：“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不是把别人的祝福摆在我面前，我不是把神在别人生命中，不是 ，No，I place God in front of me， 因为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动摇。I'm not gonna be shaken， 我要 focus 在神的身上，我看重的是神在我生命中所经历的，而不是去 I'm not gonna get worried， I'm not gonna work up about 神赐给人家， I'm gonna celebrate 神所有赐给其他人的， I'm gonna celebrate， 因为我相信神他认识我，他晓得我，他有一个特别要给我的，要给我。And this is what John had to learn. Because 我们刚才在讲约翰被关在一个叫 Macchaeus 的 prison 里面，但是真正约翰被关在的 prison， the stronger prison isn't Macchaeus， 真正坚固营垒不是那个 Macchaeus， 真正的那个坚固营垒是他对耶稣的期待，他觉得耶稣应该要这样子做，他觉得耶稣早就该把我从这边弄出来，他早就该 He should have done this already. He should have done this already. And so Jesus, 耶稣他要约使徒要了解一些，他说 Yes, John, I have come to set the captives free, but not the prison that you're thinking about.但是不是你想到的那个 prison. I have come to set you free from 你对我这些的 expectation， 对我这些的期待，你对你生命的期待，你对别人给你的， because 你的那个期待，你的那个 picture， you didn't even get that picture from me， you didn't even get that picture from you， 你的 picture 都是来自于别人告诉你的， so I'm gonna set you free from 这样的一个 unrealistic 的一个 picture， so you can start to know what it means when you said，当施洗约翰自己讲，他自己讲这句话，一个人若非是神给他的，他得不着什么。He knows this， 他知道这个真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真理。But he forgot， 只是他忘记了。所以耶稣来重新的 remind 他，来 John， let me remind you， 当你那时候说的这句话。That's what's going to set you free. Go back to 你原本有的那个 revelation. Go back 回到你原本有那个启示。我有美好的要量给你。我有美好量给你。这个故事结局跟你期待的不太一样。使徒约翰最后 It's not what you thought. But John didn't die in prison.头被砍掉，但是他不是一个囚犯的身份的头被砍掉。He did not die in prison because Jesus came to set the captives free. 所以我们可以从座位上起来。Today, 神要让你从你的 captive 里面被释放出来。God's going to liberate you. God's going to set you free. 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一起来领圣餐。圣餐是什么？圣餐就是去 focus 神已经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当我们在问 What about me? 那我呢？那我们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去思考神为我们做什么事情。 So don't just ask what about me, ask what did God do for me already. 不要去问神还没为我做什么，而去想神已经为了你做什么。所以我们的伙伴们会把这个 community 传下去，圣餐传下去。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还没有受洗，还不认识神的话，你可以把它拿到旁边就好，你不需要拿 OK， 因为这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对你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饼干跟一个葡萄汁，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对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所付上代价。这个饼代表他的身体，这个杯代表他的宝血，这个饼跟杯代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事。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问的已经不再是 What about me? It's what has God done for me? Let's switch that a little bit. What has God done for me already? 我们一起来敬拜。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当中多少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你今天还没有接受他成为你个人救主，如果你还没有的话，今天你有个机会可以打开你的心，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面，洗净你的罪，成为你的救主。如果你今天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我等下数到三的时候，我邀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要为你来祷告，我带着你来祷告，耶稣基督要进到你的生命中，他成为你的救主。一、二，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你的手举起来，我要带你做这样的。I see you， 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谢谢你收看 The Hope 的频道，先别急着离开，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你就不会错过所有的精彩讲道和影片。也欢迎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想要在每一次我们上传影片的时候都收到通知，请点一下下方铃铛的图示部分开启通知。同时，如果你想要一起加入服事，建立这个家。点选荧幕上 Serve Now， 让我们可以帮助更多人认识耶稣。再次感谢你观赏我们的影片， God bless you。